徐老大呢？没看到，去那边看看。怎么办？这也太尴尬了。啊！我意外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也不会负责的。 喂，要不还是说会儿话吧，不然此情此景还真是有点吓人。你想说就说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拿到贤灵果？以你的修为，需要靠它提升灵力吗？既然不是为自己拿的，那是谁啊？让你不惜冒险也要得到它。能命令？能命令圣子的？你话会不会太多了？ 听闻圣君热衷于修行，已经到了痴迷，到了很严重的地步。我听风寻说，之前你一直待在蓬莱阁，三年前才回了元都。那这三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有何不好的？我的事还需要你来担心。要是好的话，也不会被逼着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了。你要是拿不到仙灵果，不太好交代吧？ 这仙灵果果然对他也十分重要，无论怎么样，他也算救了我几次，这样恩将仇报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事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居然会被你这样一个小丫头同情。 嗨，无论人看上去外表多坚强，内心总有柔软脆弱的一面啊。你对仙灵果这么上心，又是为什么？你这样一个凡人，就算吃了，也不见得能增长灵力。谁说不能？我就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再说了，谁说凡人就不能对仙灵果有兴趣啊？